老四若是真冒险救人，只怕他插翅也难飞了。将军，安云计划行动。此一去，再无回头之路。你可当真想好？袁安昏庸无道，连年战乱，百姓也无不堪言。就算是为了大魏百姓，我也不得不这么做。既然如此，我以灵力控制宫中守卫，不费一兵一卒，你便能直入宫中。 儿臣特意过来看看你，看看父皇的身体可安好。逆子，朕没有你这样的儿子。那我应该怎么称呼您好？陛下、叔父，还是我的杀父仇人？ 臣莫不平，恭请陛下圣安。莫不平，居然有你，你也敢谋逆不成？来人！来人！想必你还不知道，如今羽林军只从一人之力。 奉先皇遗诏，凭传国玉玺，拥立新君。莫不平啊，你终于还是把这个东西给了这个逆子。这个东西原本是属于谁的？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？这一战，朕没有输。 你太了解我了，宫廷内外早就布满了四哥的人，父皇，您又如何能关得住儿臣？我敬你如父，你却步步相逼。 今天这个地步。
都是你自己的选择。你曾经是朕最宠爱的儿子，朕养了你二十年，若没有朕的话，你如何能统领朕的宣甲军？今天你竟然倒行逆施，果真是养虎为患呐。殿下，一切如您所料，这一局皇上输了。知道了。殿下本欲借陛下之手撤走灵王，可现如今这……不知下一步殿下要如何筹谋啊？他输了，本王却不会输。灵王文成武德，平定四方，朕年事已高，为保大魏江山永固，朕效尧舜之高，禅位于四子元陵。四哥，几位策动兵变的皇兄已被软禁，分别囚禁于王府之中。七弟呢？今日我去请他时，他称病不出。这些年，三哥和九哥暗中勾结，明争暗斗，七哥却都是置身事外。这次出现这么大的变故，他仍旧还是袖手旁观。随他去吧。大乱初定，朝局未稳，众臣心思各异，恐怕再生变数。我们在各方面必须要做好防备。四哥放心，我心中有数，定然不敢有丝毫懈怠。有你在朕身边，朕倒是放心。只是四哥，大哥元昊那边，他毕竟曾是父皇钦点的储君，可如今我担心他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众兄弟当中他最宅心仁厚，放心，朕去看看他。我就知道我当初没有跟错人。大哥，新皇登基，你却有空来我这废太子府。大哥，我可以坐下吗？
四弟，你以为此字为何？此乃安字，当属平定之意。我自幼便被父皇立为太子，随时准备担负起护卫天下之责。虽然如今生有变数，可既然四海平定，目的一致，谁为君谁为臣都已不重要。更何况权力越大，责任也就越大，稍有不慎亦会将自己置于万劫不复之境。如今四弟为我分忧解难，我有何怨之尤呢？大哥今日所言我铭记于心。四弟当即为国为民，于己于家，但求心安无悔。